对啊，对哈、哦，对、啊。这个故事，马兰姑娘那时候，我，哇，我不知道你，因为真的是那时候是悲剧收场啊，应该是这样子说吧。嗯。爱情故事悲剧。对。惨汤惨在那个汤铁轨的中间，所以没有事。是是是。好，不多。再跟你们分享第二首歌曲，好，好了啦，我们快乐一点嘛。好，第二首歌曲带来这首就是我们金曲歌王陈建年大哥的这首《故乡不用马号》。啊，我们现在火车有不用马号，但是只有跟他那个故事，不用马是这首歌《故乡不用马》是那个他那个陈建大哥的部落，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。高中毕业离开家里到读外县，他去读那个警专的时候，离开家乡，在搭火车或许的那个心情，离开家乡的那个不舍吧，还是就写下了这首歌《故乡不用马》。哦，当然，火车不会到兰屿啦。哦，陈建年。可以。兰屿好，兰屿是水上摩托车。对。不是，不要乱讲。是火车。好了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讲，我们带来这首《故乡不用马》，谢谢。回头